So far, we have been studying. 我是希望他不要用那种化学的，最好都用不含数。那个以前我学那分子轨，我都看不懂那些什么。呀，那是大一的时候。我看一下 time bounding model to describe the 我们一起看啊。So far, we have been studying nearly free electrons. They are only weak perturbed by periodic potential. Generically, we found broad bands separated by narrow band gap. Now we will look at opposite limit of strong Generically. periodic potentials, which produce narrow bands separated by a large gap. Narrow band separated by a large gap. 他是说每一个 band，他们那两个 band 之间很大，然后它会起伏，那个起伏就是小小的 narrow band。然后这是布里园区嘛，那个派，对对对，所以一个方法得到一个这个是想象一个晶体有非常宽的、非常远的这个分离的原子，一个好的近视这个原子轨域都不所以会。它轨域都没有被 distort，所以就是原本的那个轨域没有被 SP。distort 啊，哦，对，就是怎么说，就是他们，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每一个轨域。那如果你考虑分子间 interaction 的话，那它虽然轨域会动，可是只会小小的动，所以不会交错，不会有 crossing 那个行为。有 crossing 的话就是太强了，所以紧束缚应该是指它不会有 crossing 的行为。然后，所以他说，the only change is that the electron in one atom has a small amplitude for tunneling to stay on the neighbor atom。所以就是每一个原子就只有一个电子，它会可能会去其他的那个 atom。So this tunneling also refers hopping in this context, as we shall soon see. The sharp atomic energy level into narrow bands to describe this type of band structure introduce so-called time-bounded model J relevant to stay on J. 这边 wave function，R 是那个我们现在考虑的位置，RJ 是每一个原子，然后现就是不在，是有。是不是有一整排啊？它是不是像把它对，排现成在一有一万堆点？的原子嘛，一堆的原子，然后，应该是 1D 的，我在猜。我知道了，好像以前那个紧束缚是什么意思，就是有几个近似，然后你要根据不同情形去做那个近似，一个叫近自由电子，就是 nearly free electron。它跟紧束缚是相反的，近束缚就是那个电子很喜欢跑来跑去，它不会缩在那个原子附近。然后紧束缚就是那个原子，它会待在那个原子附近，然后它不会乱跑。每一颗电子它都各自在那个原子附近，然后不会乱跑，这叫紧束缚。所以你可以定义这个函数7之100，这个是 phi zero，它是第几 drag 原子的这个可以看作是它的 current，看作它那个电子，就是像那个 SPD 那些轨迹就把它看成单原子啊，就那个氢原子做那个单原子的时候，就你会有 NS、SPD，对不对？NLS 嘛，好，NLNS 这四个数字，然后 Bloch theorem 告诉你说呢，它那个如果你有任何一个波函数。在这个晶格之下，如果你晶格有平移对称性的话，那你可以把它写成7之100的这种系数，7之10这种系数。OK。然后我们把 R 丢到 phi q 身上，我们可以得到7之10的。这个就根据定义了，好吗？那然后7之102，然后 Bloch theorem 告诉你说，你作用一个平移之后，它会多一个 exponential。
NQR，哦，这样懂我意思吗？Exponential INQR，N 是随便的数字都有可能，就是哦，你说你如果，block string 告诉你是。对对，告诉你说你任何一个晶格的波函数做了一个拼音之后，它会多一个相位，那这个相位必须是 exponential，就是它这个相位会在 N 次平移之后回到一啦，这样懂我意思。所以这个相位的 n 次方，它会是一啊。所以我们得到7z00是我们现在考虑这个波函数，上面7z00 是 that，然后7z103是 wave function，wave function，因为已经有 uq 的那个定义。好，uq 的定义是什么？好，uq 就在下面嘛，7z104。他说，如果我们定义这个7z102，用7z104得到7z103的形式，那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在一个平移之后，比如说从把 r 变成 r 加 nr 的带进去之后，它会差什么？你就可以知道说它是不是满足这个 Bragg theorem，yeah。然后，所以 r 加 nr 的话，因为你加了 nr 之后，它是 sigma 那个 j 嘛，对不对？所以每个都平移一次，然后每个 exponential 都调一个 exponential 出来，所以整个 exponential 可以出来，整个 exponential 可以出来，然后所以它满足 Bragg's theorem。它现在定义 epsilon q 为 h q q，然后除以 phi q q，那个7z105，因为它不一定有规义化，所以它可以这样定义。我们现在计算 denominator expression。好，我们先算那个分母是吗？分母的话就是把两个 phi q 丢进去，那我们就再回到那个 phi q 的定义。好，那你晚上一点我看一下 phi q 怎么样。好，phi q 是 Thank you。还跟他7z。定义是那个 block theory 的定义。好，那我算一下，你要用 Gen 4还是？你可以，你可以。我改用平板啊，我改用平板好不好？好，可以吗？好，你等我一下，我登录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这个电脑怪怪的。你等我一下啊，我要。是不是你可以等我几分钟啊？因为我想吹头发，你有看到我头发非常湿吗？好，我都不吹啦，我都播一播。你现在有剃光头吗？我现在我快要剃光头了，但是。也可以进去来听呀，想加入？好，我进来了。好，就你等我几分钟，吹个头发。你这灯，你这灯好奇怪，为什么？哎，灯好像日本人，因为在你的灯怎么在墙壁附近烙印？Computation very fast. 好，good，然后我要来 share 我的荧幕啦。好，OK。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用那个，用这个。你知道那个 OK ChatGPT 不是那个 OpenAI 那个，他其中一个创办人还是什么执行长之类的，他被炒了。为什么？被炒为什么？被为什么？不知道，为什就么？是内情不知道，就听说他好像小道消息说好像不太诚实什么，他好像对上层他隐瞒一些事情，所以好像是那个他们内部的一些问题，就是什么那个科学家他们认为那个 OpenAI 还不够安全，所以那个可是呢那个有一些科学家觉得。他心觉得那个 OpenAI 不够干净，可是那个科学家反映给那个不知道是组长还是创办人，他就不在乎，所以高层觉得应该要听科学家的话，
因为他们害怕这个 AI 会不安全。这个啊，反正。我觉得他们内部可能真的有些问题，因为我觉得好像 ChatGPT 有点退化。虽然我没有用4.0了，可是好像它好像随着时间逐渐退化，不知道是因为它加了越来越多的那个安全性的那个安全性的那个，让它随便讲什么都不行。然后它好像越来越哼，多这种东西。所以这个市值，这个市值就是，所以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是很多，对对对，我这样们就子先一，把很多个例子，然后我们先把7-1-0-1抄下来。然后抄到你那好。边，然后我们来看它，我们来验证第一个它具有平移的会差一个相位的那种特性，另外一个我们就算那个归一化程数。OK。7-1-0-1哦，我要抄下来。你有纸本七吗？之一，我没有，没有。我有纸本啊，这样，那我这样抄啊，我这样抄应该比较快啊。等我一下，我有纸本书，我干，也有，我现在有电子档，我也打开电子档。啊，那这样我们一起做，等我一下啊，我可以抄下来。那我们一起做这一题，看可不可以把这一题解决。难怪这个洪在明他当初要教这个 Poisson summation 的东西，这其实就是那个无限个函数加起来之后，比如说无限个 delta 函数，或者反过来，你做了一个复业转换边无限的某个函数，exponential 之类的。然后加回去变成 delta 函数这种，这个就叫 Poisson summation formula。然后数学上可能有点问题，所以数学家虽然这是 Poisson 搞出来的，可是你要知道那个广义函数论出来之后，数学家就逐渐接受这种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那个7-1-0-1这个就是 block theorem 就对了。不，它是那个你现在函数的定义。那 block theorem 你要把它做一个平移之后，看看它会跑去。我现在函数的定义，我想一下啊。If we restrict our attention to this single orbit on each atom, then block theorem you need control the form of wave function problem. 哦，那为什么它是这样定的啊？我其实不太知道。不，J 就是是要 check 它满足那个 Brock theorem 的条件，OK，所以所以，哦。然后你先用 r 把它逗起来，然后它会得到 phi alpha phi q psi q of r 好吗？这样，然后，所以就这个，然后它这个东西等于 sin q of r。然后你现在把 psi q of r 改成 psi q of r 加 n 大 r 之类的。好，所以如果做平移的话，n 大 r，对，它为其什么要实，大 r？大 r 是什么？大 r j？大 RJ 就是晶格的那个不是，向量，是位但。元空间里面的向量。等，我怎么没有？等下我想一下，等下我先确定一下那图像，图像这样，你先看然一后维这是，就好，一维的话对啊你就对，不用。然后这个是 J 嘛，是这样吧？然后然后每一现在个的你波在函算的是电子的波函数，每个波函数。你假设那个原子都很重，它就不会动，所以你就把它当成古典的那个 potential，你就把它当成那个不动的 potential，那你只要计算这个电子的波函数就好了。好啊，然后等下，我这写的应该不对吧？n 大还是什么？小 n 乘以大，或者就某个数字乘以大，不是那个。根号的不是那个总分子数目，是小 n，就是任意正整数，小 n 乘以大。是没有，这边没有大 r，这边位置是 r 嘛？譬如说那你这颗R 是可以做一个平移啊。这个是 r1 嘛？这颗是 r2 嘛？然后这个就是 RJ 嘛，对对，吧？就是 RJ。对那对，对，没有一个东西要大，可是你要做一个对，平移，叫做什么？R1 之类吧，我不知道。对，哦，我知道，因为，是，你看那个7-1-0-4底下，它7-1-0-4。加一个 A 是什么？它前面就有，它7-3就有证明那个 Brock theorem 了。7-3，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有目录啊，我看目录啊。你怎么知道？它前一张，我说我有电子档啊，我现在就打开电子档。我看一下啊，block theorem，OK。
还是你要先复习一下 Broad Theory。好，那我们先。简单来说就是那个那两要个复习两 Boss 个这个七之战，好，我 A 复 B 习一下的 Boss。目的如果是交换的话，代表说他们 share the same eigenspace 嘛，对不对？等下啊，我看一下 Boss 这个在哪里。在7之7之1啊，yeah，啊，7之3之1，七之啊，三到。四之四，7之3是5那里，7之3是3，我说错，但是。好，我在想，Plus Aaron，好，那我们从 Plus Aaron 开始。基础不好，Plus Aaron is a powerful tools to study independent。哦，主要是因为 independent 对。对，应该这么说。首先，你要假设那些分子没有原电子没有互相作用，有互相作用的话，你会破坏那个对称性。也不是这么说了，应该说，也没有这么说，就是重点是要有周期性啊。没有周期性的话，就没有 Broad Theory。但是，电子有没有互相作用，应该看不出来了。可是你可以假设它们不互相作用，这样子会变成什么概念？那就变成一个 one body 的问题。one body 的问题，那你现在 one body 的问题呢？你那个首先 delta k 是什么？是 change your way vector，然后 g 是在导经格里面的位置，所以但你要用那个位置空间还是动量空间？如果你自己写成7之3是4的话，那还是动位置空间啊。可是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如果你在位置空间里面具有平移对称性的话，那么在动量空间也会有平移对称性。所以你把那个波函数转到动量空间之后呢，你也会有平移对称性。只是那个晶格的大小会不一样。那个是导格子。在那个导格子里面。然后7之34是 h。那假设你 v 是具有 potential，就是 periodic 的话，那代表说呢，它跟平移算符是都是交换的。平移算符定义为 T 作用在 Phi 身上变成 Phi 加 R 加某个位移。哪里？你现在在讲哪里？T。7之3是7，H 跟 T 它是交换的。好，然后它的符号哦，应该等就下等是。下，我好，我想一下啊。你说 H，好，等下，我把它写下来。这写下来怎么写？H 是长这样啊，H，P 平方除以二 a。Plus v of x p v of r，然后 v of r 本身具有平移对称性，对，那所以 TH 就会等就于，是 t，因为可是所以这个东西不会平移，这东西跟 R 当没然关不啊，会平移啊，对啊，这跟位置没关嘛，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变成 R 加 AJ，AJ 是 one of the primitive vector of lattice。OK，所以这个东西就等于 VR。可是，好，我想一下啊。一样，作用在 Phi 身上会比较好。不过，不管。Phi，OK，所以还要再拧一个 Phi 啊。可是没有 Phi 啊，没有啊，我不知道啊。没有，你现在在证明算子的对应性，所以你要证明它 TH 作用在 Phi 身上会等于 HT 作用在 Phi 身上。那怎么办？那我啊，那怎么办？Phi，你说 Phi R 这样啊？那这个作用之后就会变成什么？先把 H 做上去嘛，H 就变成那个，你其实可以不用在乎那个，怎么说，你不用在乎动量的部分，所以就写 V 的部分就好了。那 V 的部分就是，首先你丢进去会变成 VR 乘以 Phi R，T 作用在 VR 乘以 Phi R 身上。吹发芽。对，然后再加点点点。那这个的话，因为你具有那个，然后你接下来看看 HT，HT 作用在 Phi 身上。HT 作用在 Phi 身上，可是这那样就变成。HT 先给 H 作用在谁？Phi R 加 EJ 也可以啦。好，然后 H 再做上去啊，就变成 VR。然后 R 就 IG，
因为这后面有加点点点吗？没有。那个点点就是动量的部分，那不重要。好，所哦，以，就动量跟位置没关就对了。重量，重量肯定会跟 T 会交换。你看7438也可以知道，因为 T 可以写成 exponential 的动量，然后它自然会交换。好，所以哦。你那个 TH，好，现在你那个 V 具有平移的韧性嘛，所以你可以把。可是，这个作用在这个上面的话，没有那个啊，只有一个吧？这只能作用哎，在一两个个上会一面。起作用，两个会一起作用，懂吗？啊？你现在它是，会一直。你 V 乘以 Phi 是你新的作用完之后的不函数，所以两个东西会变成都要一起作用，所以就会一样，你说这样对不对？？OK。所以上面就等于下面，所以对任何物好。体这个都是成立，所以7437是成立。那根据线性代数一个定理，就是如果他们是交换的话，那他们 share the same eigenspace，如果他们没有简并的话。那代表说，他们每一个 eigenspace 都是一样的。那如果有简并，就没办法确定，只能确保说它是 shared 的 eigenspace。那无论是哪一个的话呢，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要找到一个东西，它使得它那个 t 重复n 次之后得到一嘛，那它一定是那个 exponential i 乘以2π 除以大 n，然后再乘以小 n，那小 n 是一个随意的数字。什么什么？再讲一次。好，嗯，你 t 这个作怎用么在来所有的？的数身上，如果它这个是怎一么来？个 t 的，对啊，那是根据动量的定义，动等我一量下，的定义。好，你写。天哪，写你的分好享痛一苦，下，你好，其我他去全分部。享，我分享给你。来，你可以分享吗？我先 stop 分享。因为我去哪里？我看得到。你现在玩这什么？就是正，我正说，好，我们现在要证明说，如果有一个家伙呢，他是那个谁的那个特征值 t 的特征值。假设有一个物函数它是 t 的特征值的话，那 lambda 怎么取？那 lambda 最好在 n 次方之后得到一，不是大 n 小 n。好，我重新说，where n 等于一二三点点点，这样可以吗？好，所以说你现在 ht 是交换的。好，所以说我们假设那个，所以我们假设呢，假装任何一个解 h phi 等于 e phi，那 phi 要 satisfy，原则上是没有简并，不过无论你是在哪一个那个eigenspace 那个谁的 eigenspace，我指的是 t 的那个 eigenspace，但是同样一个 lambda 有可能对应到很多不同的能量很多的不同能量，可是无论是哪一个能量的这个 eigenstate h 作用在 phi 等于 e phi 身上，它都会 satisfy 对某一个 n for some 这个 h l t 作用在 phi 身上会等于 exponential 二 pi i，然后除以这个不是总分子数目，可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就是某一个数字然后先除以 n 份嘛，代表说它循环 n 次之后，它会变成2π 的整数倍那它这个就会多一个相位所以说你对于任何一个这个解，对于这个薛定谔 equation 的这个定态薛定谔 equation 的这个解的话，你总是要满足这个式子，这样可以吗？好，你等我一下哦，我看得懂，我看得懂这这个，可以。你看我得看得懂懂，吗？那可是我有个问题，n 胖，n为prime 什是么？随便给的一个数字，n prime 也是正整数然后这样子变成 n 次之后，它会变成一吗？你的意思是这样，t 是作用吧？n prime 四之后，它就变t 作用 n prime 之后，可是为什么我看不出来它会变成一？它二派 i 的 n 派除以 n，它 n 应该要小。对，你说。
你说的对，我想一下，他应该是小恩大，小恩跟恩对潘是颠倒你右边这个每作用一个 T，它会跑出一个这个嘛？那你作用 N 次之后，这个就拜拜嘛？那就变成二拍 I N 嘛？二拍 I 是什么？二拍 I 是不是就是一嘛？OK，OK，好，所好。以那你 rotation 为什么要用 v 一样？你那个，rotation 你上面那个 lambda 的是用小 n 哦，这边用大后 n 面派。像对对对，你说对，我刚刚对，搞错。你在 confuse 我。好，这样，那 N 是一二三，那 N prime 也是一二三，我知道，我懂了，我懂了啊。好，所以说你可以得到它的那个一个性质。好，那对 N 次方的也是一样，可是你这个时候就有三个方向的平均双值就是三维就是三个方向，二维就两个方向。这个定理成立的条件是什么？你的 H 本身要具有这个平移对称性，但是在真实的晶格它一定是有边界的。所以说你现在谈的是不可以再有边界，这个边界会有奇怪的，这个 Brocard theorem 也不能用所谓的 cosmological principle 就是你在稍微离边界远一点的地方，这个 Brocard theorem 都可以用好，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个 T 作用在哪？这是他刚才的证明吗？证明7-39由 T M 到 C M 来说。好，然后你想知道7-38，那它其实就是 P 的定义，因为 P 是怎么定义？P 是在动量空间是这样定义，是不是有什么是负 I 去化的？Power 乘以 D partial x。好，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P 吗？好像我们可以做一下引申，就是这样，然后等于这个嘛。那partial，partial，对啊，这个又 partial x。是它做一个平移，减掉 identity，再除以 delta x 嘛。所以就再做一下移项，它就得到 p 除以负八 h 八，然后乘以 delta x 再加一嘛，就等于 t delta x。当 delta x 非常小的时候。OK，然后我们就做 exponential，我们就做很多次，所以 t 的大n prime 派次方会等于这个东西括号里面的东西一加d n prime 次方，n 所以这 prime 就是就一是撮文 exponential，秀。exponential 这个哦，amazing！哇，这个东西太重要了，我把它写上。然后乘以谁？乘以大 delta x 因为你小 delta x 可以定义为大除以大 delta x，好，我直接会贴到 jumbo 没有，我现在直接抄下来了，因为我回家不会复习，所以我要现在写。我是坏学生啊，你知道吗？我是坏学生，你可以回家补。screen 啊，你在那个 F 十二旁边不是有个键，你直接点。你是用苹果吗？我不知道，不用苹果，对啊，但是你可以直接荧幕解除嘛，如果是按平板的话。应该可以吧？应该可以。你贴到你就贴到 Jumbo，这个 Jumbo 你有分享给我吗？这个卷报之前有分享过，我可以等一下再贴给你。你知道我是坏学生，我从来没在看的，我都不理你，我都。只是方便你需要查阅的时候去查阅，不是让你复习。好，好，我们可以继续往前了。哦，哎，那。那我 Blast Theorem 到底在哪里啊？我们还没到哎，我还没到那个 Blast Theorem 的那边。好，这个就是 Brock Theorem，我们刚已经讲完。嗯，没有，我们刚刚不是只证明了一个东东那个东东就是 Brock Theorem 就是，啊，真的假的？好，那个所东东以 Brock Theorem 是说，如果 H 和 T 是交换的话，那你做了一个平移加这个 AJ 是做一个小小的平移，那这个平移不一定是要一个晶格，也可以好多晶格。可是我们谈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你那个这个就是你那个TJ 作用在那个分散。AJ 到底是什么啊？AJ AJ 是一个是晶真实空间的吗？真实空间的格，对，真实空间，晶目格。前是真实空间。如果是导空间的话，也可以用 Brock Theorem，但是它会写成 K，所以你 TJ 就等于这个，这个就等于这个，那 AJ 就是从一个晶格移到下一个晶格。什么？等下，等我一 AJ 就下，是 A，你。
对对，好，对哎，对，这哎哎，等下等下，我们现在是我一想维问的什么？嘛？是，对对，一维、三维也可以啦，那就改成向量就对啊。好。好，他说具有平移对称性，对啊，这是一开始他不是说 v Is 加 f prim，会等有下，v 他吗？说是 primitive vector 是什么就是？primitive。原始向量啊，primitive 啊？translation operator 啊，primitive 初始就是移动一个空间，但是如果你是三维的话怎么办？三维的话，你可以往右移一格，往上移一格，往左移，往前移一格，往左移一格，或者往上移一格，哦，那就有三个 edge，三个种类的 edge，那你就可以把 edge 写成一个向量的形式。呀，所以 edge 其实不一定要是哪一个方向哦，你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你就所以选它一有可能个，是 X，有可能是 Y，对，你就选一个，然后或者你先移 x 再移 y，这也可以算是一种移啦。那7至45中间那个式子也会成立，不过它是可以由往右平移的 block 和往上移平移的 block 这两个合成得到的。所以其实你只要考虑往右、往上、往前这种情形就够了。好，所以 TGFSI 就定义为这个家伙哦，然后这个家伙又等于这个家伙，然后同理你做了 n 次之后，就等于 T 作用 n 次，那就会等于这个 psi lambda 的 n 次，这样都可以吗？等下，我想一下，为什么上的 n 次？因为 T 因为作用 n 次。你作用一次我懂跑一了。个 lambda 出来，你作用两次就跑两个 lambda 呀。所以作用 n 次的对。话呢，就跑出 n 个，然后，好处是什么？好处是如果我们有这个周期性逼退条件，就是这个周期性逼退条件不是 Brough 的真性，是你人为给出来的，你可以看成是那个在晶体的边界的地方，它会重复一次，那懂我意思吗？哦，画个就是。只要绕一圈呢、啊，绕一圈的是吗？呀呀，就你晶格在这里嘛，然后这边有1万个，有1万个原子，然后就假设你的波函数 phi of r 在零的时候会等于 phi of r 在 l 的时候，r 等于 l 的时反正就假设他绕。你就可以假设有好多块晶格，其就实你假只设想要绕一那个，圈，这就是绕一圈的意思，不是吗？不是。对对对，一维是绕一圈的，然后二维是弄成那个管子的形状。弄成那个 torus 的形状，能懂吗？那三维的，三维就要放四维空间去，就画不出来。哦，也是 torus 啊，也是某种 torus 好，OK。所以如果你那个 L 够大的话，那其实有没有绕一圈，我们刚刚说有没有绕一圈不会影响我们的要观察那个现象。所以反正，所以我们假设 n 是非常大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lambda 决 n 等于一。这个是 lambda 决嘛？然后我们假设那个非常久之后，它一定会等于一嘛？非常久的时候，就是 n 是分子数，如果你是一维的话，就是分子数，原子数目原子数。所以你这个为了使它在那么久之后得到一的话，那你肯定要是这个样子嘛？啊，等下，我看一下。应该这么说啊，你那个周期性边界条件只要够大就行，不一定要是整个晶格大小。n 是一个任意的那个数字，这样可以吗？就是我刚才用的 n prime，这 n 就是我们刚才用的那 n prime，就是这样，n 反就正是它就是经过某个 n 是不之是后，它？它就会重它复会了。变为一呀？好，然后为什么这个等于 lambda j 会等于这个东东？然后因为 lambda 就会等于一嘛，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在圆周上面跑啊，所以 lambda j 就等于 exponential 那个 n 分之2派，然后再乘以 n 嘛，这是一维的，但是你可以弄成三维的，好，我想想，然后跟这个是根据 k 的那个定义啦，你要把它转到那个动量空间等下，g 是动量空间，等下，这 g 乘以 aj 会等于2πi 吗？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可以可是用泡泡为什塔么定义那个我已动经量忘空记间。我忘记为什么 g 是动量空间，g 是动量。
就是，哦，G 定义为动量，因为它就是跟那个 x 都在一起那个东西。你那个假设你做了任何一个 phi of r 可以做傅立叶转换，写成一传成一个 phi of r，phi of r，然后 a of k，yeah，你傅立叶转换就是要把这个转回去，转到这个 k，所以跟 r 都在一起的那个就是你的那个动量。然后这边你可以定义这个，把那个 a j 弄出来了，那 a j 就等于 n 乘以。第一个 AJ，yeah，写在这里，A，我们就假设是 E 为零，然后 AJ 就 AJ 的绝对值，就写成 AJ 就好。我写在这里，就是你看一下这个7之48，它是要证明，lambda 绝7之48，它是要证明lambda 绝等于 exponential eik dot AJ。好，然后我们刚才又知道，他说它会等于 exponential n，然后除以2πi，然后再乘以那个小 n。哦，这是你的 lambda 绝，lambda 绝。那你为了要使得它那个弄成 aj 的那个形式，所以 aj 其实是应该是 xyz，那个 j 应该是 xyz 的意思。那个 a，我们要把动量定义搞出来，所以你最好补一下怎么说跟位置有关的东西。这样，哦对，是不是才少一个 x？等等，好，我想想，n 就等于小 n 就等于什么？小 n 就等于你做了，小 n 就等于你做了几次嘛？你这样子。我们要把它弄成一样的东西，然后 AJ 就等于那个，我们就假设它是一维的好了，所以 AJ 就等于在 X 轴方向移动的那个长度，所以要怎么把它弄成 K 呢？就是与其说是弄成 K，还不如说是这个地方可以定义为 K，定义为 K。那 K 其实通常是定义为二派除以 lambda 之类的。绝，怎么把这个弄好？然后我想，我其实完全没搞懂，完全听不懂。G，我想回去查一下 G 的定义。G G 的定义。是任何一个位置在导晶格里面，在动量空间里面的任何位置。你看到吗？哇，很我知道啊，我看到了，可是我没有那图像，我不懂。你先把它转到导空间。然后随便找一个位置，那个就是 G。什么？转到导空间？好，你现在那个位置空间是长这样，然后你转到导空间，它可能变，就是本来这边是 L 的话，它可能长度就变成二派分之 L，就它缩小，这样。好，然后二随派出便。来了。假如这个是原点的话，那它也还是原点。好，嗯这个向量就是 G 啊，随便一个位置，原本是 R ，OK，的，嗯，这就好。是 G 啊。好，所以那个，所以我们可以假设那个 K 是某一个 wave number 在的那个位置，然后它跟你那个转到动量空间之后的。定义可以定义为7之49。哦，我好像懂了，我懂了，我好像知道了，就是因为，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个 K 原本的 R 去 dot 那个 K，因为 K 是导空间，所以他们两个加起来就会是二派的整数倍，因为你是导数分之几，对吧？是吧？因为你刚刚是 L 嘛，然后二派除以 L，你刚刚画那个图啊，对吧？有没有看到 L 跟二派除以 L？是不是？是这个意思？我这样理解应该没错。对，这样还蛮合理，对，也二派乘以 L 或者二派 n 乘以 L，对如果啊，是多所个以，晶格的话，对，所以二派除以 L，乘以 AJ，这个 L 就是 AJ 了，嗯，乘以 AJ，所以这个好就啊，是，好，然后就等于二派，
或者二拍的整数倍，如果你是不止一个金额的话，那这个就等于，比如说你是第三个金额，你居在这里，哦，那这个 n 就等于三，那等于三。好，我大概知道了，好，所以这个是 Bohr theorem 啊，它是一个群论的最简单的应用，那最简单版本的应用，好，所以这个是 Bohr theorem。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我等下，我现在，我等下，我等下，我现在，我才我，the reader should verify equation is satisfied，OK，然后，但为什么他突然写成这样？哪一个式子？750。7至50说，那你现在类似的，你想要求在，你想要求那个，它那个，我应该说定义啦，定义说那个，你总是可以找到一个 UK 使得它满足这个7至50嘛，那你就把它定义为 5K。好，我想想，不是，这个是 UK 的定义啦，你前面没有用到 UK 嘛，对啊，就是你用 5K 反过来去定义 UK 啊，5K 反过来去定义 UK，那 5K 定义是什么？5K 定义是，等一下，我想一下。It is straightforward to see that equation 750 is the most general form 是告 considered 诉 with 你说 Bloch function 不是 Wannier function 是为什么要这样定义？因为你可以总是用7至50去把它说线性叠加得到所有可能的波函数嘛，上 over 所有的 k，那这个就是 Wannier function 的那个。什么鬼？等一下，我等下750到底怎么出来的？7至50我是手前面有个 exponential。对的，7至50是说 UK 是要满足，就是说你可以想见所有可能的满足 Bloch theorem 的波函数都是7至50的形式。那么它首先你 UK 本身要是周期的，如果你 UK 是周期的话，那你就可以满足。我把那个7至50插这里，7至50，好，7至50告诉你说，我们定义 5K。为这个 exponential ikr，然后 uk，然后 r，那 5k 它本身是跟 r 有关，然后我们现在想问，然后接着你那个 uk 要满足，那个 ukr 加 aj 等于 ukr，这样可以吗？好啊，好，然后你，那我们现然在后，要做一个平移，所以 5k。r 加 aj 等于S 运动，exponential i k r 加 aj。我现在的，我要写作业，我对啊，我跟一个人在那个写作业，对，我在讨论作业，那个我在写，我在讨论作业。是吗？这你这样继续讲，继续对啊。你看一下我写的7至50这里，打勾打勾。这样可以吗？有7至50，还有7至51，应该吧？7至51。没有我好，但我还写，你等我，你让我分享，我还写，我想自己写，不然我这样比较会懂。OK，看得到吗？看得到吧？对的。好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哪里啊？我们在这边。所以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怎样？把这个式子，把这个式子带到这三个吧，是这个意思吧？也可以啊，对啊，其实只要带中间那个就好。啊，为什么这三个是等价的吗？是等价，对，三个是等价。真的假的？好，等下，那我先把750抄下。好，你先擦一下，我就装水。啊。
我知道怎么做的，所以就把这个对啊，作所用以在现在就带进去嘛，嗯，带进去。这个上面嘛，所以它就会变成这样子嘛，AJ 这样，嗯嗯，没错，没错。然对啊，后，所以是五十。然后，然后这个东西通常是会等于 lambda j by。是吗？然后，嗯，对。可是这样，可虽然这就样，把750带进右边那个，你现在写的那个的右边那个，你要验证它会不会等于让它决出来啊？要让它决出来。没有啊，这个东西根据这条定义就等于 lambda j phi 啊，嗯，不是对啊，你吗？还要你要验证750是否满足这个。没有啊，可是我等下等下。等下对是对否对，满足这三条？对，你这三条都一样的，嗯，都要验证一条不就好验证中间那个就够了，你看，吗？好啊，等等，验证中间这个。好，等下，等我一下，我想一下，我想一下，中间这个怎么验证？by 这个东东，就带进去嘛，带这个式子。带进去，呀呀。然后这个东西。因对，你为根据 U 就有平移了，你可以把 UK of R 加 AJ 改成 UK of R，好，然后接着你就可以把 exponential 分成两份，一个是原本的 exponential EIKR，这个就是你原本刚才 propose 的那个吧，呀，然后会多一个相位。好，那这个相位左边那个就是根据你课本刚才那个根据有关的。你说这个根据课本的，课本那个748啊，exponential 等于 EIKJ，你看，好，然后 simplest sample we have is 752，UK of r equals to one，你只要周期性就行啊，随便哪个周期函数你都可以当成基底，所以你现在两个条件，第一个它是一个基底，或者说它是 complete wave function such as any kind of single particle wave function can be expressed as a linear combination of UK。那一旦你把752，没有那么规定啊，反正它就具有平移对称性就行。所以752是一个其中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把它带入这个。UK 的那个形式，带入上面那个叫什么？750哦，你就可以把它写成750这样子。好，For a more general case, we can draw a line of experiments from chapter 3 in writing function, where the periodic of a s 好，我们可以把 UK 写成那个负一页展开。我觉得我们应该够了，我们直接往后跳好了，我们先往后跳，是不是？我们直接先往后去看那个，带入刚刚那个就可以得到750。那我们去看 time bounding model 了，我觉得。然后他说这个叫做H bar K 嘛，那你现在 K 是一些理想的东西，那这个叫做晶体动量，它是有历程的。你现在有晶格对称性，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把空间给了一个最小单位，所以你的那个动量不会可以任意的大。好，你说你要跳到哪里？跳到。没有，我想要解那个题目啊。我们去跳 time bounding model。我想一下，time bounding model 的图。744的哪里？好。然后你要看7/10嘛，那现在我们已经处理完刚才使用 block model，所 propose 的，所以 block seven 就的意思就是，好，我理解一下 block seven，就是前面乘一个 ik。就你的 wave function 可以分成一个相位跟一个 periodic 的 wave function，是这样。对。
就算这是 broker 的结果，不是它本身，就是你可以，你一看到金格就立刻 propose，就是这样子。可是为什么它有一个 sigma？ 它 sigma 哪来的？ sigma 就是你可以，你想象你所有可能的波函数都是长这个形式，可是它任意线性叠加也会是这样的一个波函数，所以。OK。然后，他有 check 嘛？七十一零二，他给你做了一个平移，看他平移会掉出什么来。没有，他是把它换成位哦，置对，对，表现。他对，丢位置表现，然后就得到波函数，然后所以可以由这个来定义它的波函数，可以由这个来定义 u，由这个来定义 v。所以那个 phi zero 是 J 跟 R 的那个呀，J 跟 R 有七字一板，你可以知道说 phi zero 是 J 跟 R 的那个哦，参数。他 check 了那个。然后他告诉你为什么要定义 UQ 为七字一零四，就是因为上面那一串来的。好，OK，good，it's good。好，现在我们可以啊。算这个叫什么？这个。规划参数，你看，那就把那个 psi q 带进去。啊？对啊，首先你要算那个能量嘛，好啊，能量是七四一零五。为什么算能量？我想一想，但这算什么？它是算什么呢？Hence we, hence we with the approximation of neglecting missing between 你，different对，layers 然的后only。现在。你这边讲的是不是你应该想一下，那现在台版你到底是哪里有做 approximation？God，我觉得这图像太怪了。等下，我去看一下 Wiki 好了。我现在完全没有图像，我不知道 Time Bandit 在干嘛。台版你，你知道在干嘛吗？我完全你不知上道。面好像他有说过台版你就是指说，我们可以用那个，譬如说氢原子那种 SPDF 那些波函数，然后你去。就假设你那个虽然你是在金格，它不是真正的原子或者什么，但是你假设它在那个电子就很靠近那个每一个原子核，所以你可以用 SPDF 那些，你可以可用是那个他，NFS 那些去凑那个波函数。他有没有图片啊？我怎么完全没有这个图片？我完全没办法想象 time money 的意思是什么啊？有没有个图片？图我片没啊，有，我现不在是懂你那个在图。分享还是我要分享？啊，你在分享是吗？对好，啊，还是你没有要啊，分享？没我有，我可以没有分 stop。享，你就看那个图片，没有，我现在是不懂 time money 是干嘛，我完全没有图像，我不知道该怎么想。它一般你就是说那个电子可以不要管那么远的，其他的把它当成一个整体的背景就好，你只要管那个你附近的那个原子核就好了，因为电子密度绝大多数都会集中在原子附近。我再重新看一次，我确定这图像是对的。One way to achieve this 对，如 major 果你，acquisition，所以他说他就是 made up my 啊，我先不管，我先想一会，我已经受不了。然后 has a small amplitude for tunnel instead on the neighbor，所以只会跟 neighbor 有关吗？对吧？你的电子只会跳到 neighbor 去。好，哎，他说 appendix，哇，我偷偷看一下 appendix 意思是什么。如果很有用的话，我就要那个。Appendix C 是 tunneling and 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y。傻小啦，这什么鬼？干他妈你屁事了！所以，他应该是讲那个，就是他不是说什么电子跑到左边或者右边，它是唯一有电子，然后跑到右两颗或者左两颗这种几率几乎是零。所以想问这个 tunneling 大概是长什么样，类似。好吧，这个好像我也没看过就是我有解过一维的，一颗电子好，好像会有。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且战且走，反正现在先到这边，我们都已经我能够理解到这边，好，反正这个也可以理解，然后好，this first evaluate
the denominator of this expression. Recall that a single atom in the independent electron approximation, each atomic orbital is orthogonal to the other. Huh? 在说什么? For a single electron, 是不是因为 Atomic orbital, 是因为 atomic orbital 都是 反正 SP 因为能量是 emission 会保证它的 eigenstate 会是正角的。 Because they are all eigenstates of a emission Hamiltonian operator 在7z101下面写，他说因为他们都是那个能量的 Hamiltonian 的特征，所以他们肯定会正角，因为它是 emission。 ambition就保证这件事情，但是这个并不代表说不同的原子的那个是正角的，意思是说你那个 RJ跟RJ prime，定义为J跟J prime 的 state 这两个东西驱动的话，不一定是正角的，所以它会多出一些term，is generally，is generally，of course exponentially small。 If n is widely separated， 但是 RJ 和 RJ prime 只要离得够远的话，那它们就会变成零。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之前谈海曼哈德的时候，是只有临近的那个 Hamiltonian 会留下来？那差两颗的话，我们就把它设为是零。好，那你看，7z107就在讲这个，他说7z107。 7z106，单且仅当 n 等于 n 的时候是零。啊？7z106可以吗？7z106 那 n 是指说 spd 这样子。好，那就是，不是对 spd 那些啊 ，nl、ns 这四个数字。 7z107是你不同原子，但是一样是那个。 NLN 还是那些话术，但是不同原子，对啊，不同，所以 RJ 跟 RJ prime 不一样，所以是同样是 S 或是同样是 P 轨域，对，同样是 S 或者同样是 P， 只是它在不同的 position， 它不同 position， 对，所以它做了一个比喻，然后这个 in general 不是零 ，in general 不是零，可是如果够远， 但是因为它够远了， RJ 和 RJ prime 差三颗原子。 他就把它当成零，然后哇，这个好复杂，没关系。好，所以 psi q，psi q 可以写成那个，要 把 psi q 的那个定义带进去。Good God，7z108的上面。我好像知道他想搞些什么，哇，这个其实很深刻，我的天哪，这他妈带进去吧，然后。 他说单切紧张，好，那我上次贴给你那个答案可能有点错，因为我搞错紧束缚，紧束缚应该是指怎么说？紧束缚是指说这个电子它太远就不管，它只会跟旁边的人有关系，它只会 tunnel 你到旁边了，是不是？我那个时候贴给你的，我只是考虑说对角的话，应该靠近对角的那一列也会有了。好，所以。 好 ，Does Brock states anomalous to unity？ 所以，我们想问这个 Brock states 它的规划系数是什么？到时候我们要把它除掉吗？好，然后你直接带进去的话，你知道，这个排版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为什么那个没有那个？没想起来。7z108，看一下。 7z108什么东西？哦
对啊，你现在带入这个七之一零八嘛，Yeah，然后其实108为什么它 J 等于零呢？它 J 是设成零就对，绝反正是不零或是哪一不，个，其实没有关系，就取一个而已啦，取一个作为嗯例子，嗯，，OK，对啊，那。它定义了一个 Q，就是 Theta Q。好，所以当 J 等于零和 L 的时候，他说你就定义这个 eta Q 是它的那个重叠积分，所以就是它的规律化阐述。可是这个地方你还没有办法算出来了啊。然后如果你有正交性的话，就是当且仅当 J 等于 L 的时候，它会那个留下来的话，那 L 就直接带零就好了。所以就可以把前面改成。Exponential I Q R 零，然后他还说，七之一零就告诉我们说，虽然它不是规律化的啊，虽然它不是规律化的，可是它是正交的，就是你刚才 propose 那个 block function，它是或者 block state 它是正交的，哦，七之一零是。God，我现在完全不知道在冲啥小哎。等你一有下，哪一个式子有问题？从那个式子开始。所以7108是只说它的那规划常数吗？我这样讲没对，错吧？七之一零八是计算出规律化参数，然后定义为 eta，好啊，而且它只跟 Q 有关，好啊，然后7109就是看就它是，是不是正交的。对那啊，它是正好交的啊。话，那证明应该是正在七之一零之类的吧。七之一零零，好，七之一零是刚才那个 block state 的导出来的结果吗？我们刚才导过的东西吗？对啊，好，我其实1011我看得懂。好，等下，不是重点是摊方体到底在干嘛？这跟这些东西跟摊方体没关系啊。Binding 可能，我们到底在摊什么？我没有感觉到他在摊方体啊，那你可以在维基百科，我贴给你听。他到底在干嘛啊？他说，仅束缚性记式呢，是将在一个原子附近的电子看作受该原子的 potential 的作用为主，其他原子 potential 看作 perturbation。从而可以得到电子的原子能阶和晶体中能量的相互关系的一种近似手段。在这种近似之中，由于我们假定能态是由各个孤立原子的波函数叠加而来的，它意思应该是说，我们可以算出每一个，就是用我们刚才那个方法算出每一个原子的波函数，然后我们可以假设，整个系统的能量应该吧，整个系统的能量。然后把它由每个电子能量生出来，然后用我们刚才 propose 的那种波函数，因此能带电子波函数可以写成 Bloch，然后这个就是哦，等下，我好像知道，所以，重点在后面。我们现在这边都是在搞那个定义。重点就是你如果学过那个分子轨迹之类的，它其实就是把那个很多。就是把那两个原子的那个 SPDF 那些规律加加减减得到一些新的分子规律，对呀，所以这就有点像嘛，完蛋了，完全不知道怎么解这一题。好，那题目是什么？题目是。7之17。你看嘛，七之一二七应该就是紧束缚了，七之一二七，127。七之一二七是七之一二七。我看一下。紧束缚就是说，当且仅当 J 跟 L 是靠近的邻居的时候，它会是 Zeta，然后 J 跟 L 是等于的时候，它会是一，其他都会是零。如果你要用到紧束缚的话，那一定要用到这个条件。好啊。所以，那题。
是不是？七至十七，七至十七。好，我把它放，我把它投影到那个大家都看得到。七至十七，好，看到吧？然后看 ，Yeah，OK，、okay、22000第一 online。等一下，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很苦烂哎、欸，一个 Aton S Aton P P Aton S Aton P Aton。然后，PS，好，它既然是 atom 嘛，所以我不知道它是原子的能量呢，还是Collis，应该是原子，没有电子的，哎 ，orbital 的都是电子的。哦，好，我想想，反正你就 orbital 跟啊 ，orbital 跟原子那个，你假设你是那个像那个实验那种的，那个绿化那种，就。绿纳这样子跑嘛，这样子，然后你地每一颗电池就在那个附近，然后，好，我们假设那个 P 是有三个轨域、然后 S 是有一个轨域，然后你的总能量 H 可以写成 epsilon S， 你先把 H 写出来 ，H 等于 epsilon S， 然后你说 F。呀，你有不同颗的电子吗？如果你是电子在 P 的话，我想不是啊。应该说 P， 这个到底是一个电子还是很多电子？反正你可以大概写出来啊。我懂了，我懂了。你那个 P 可以写成一个向量，就是 P 可以写成一个向量 ，S 可以写成一个存量，所以能量是 epsilon 乘以 S 再加 P epsilon P 乘以那个 P。啊？你说 epsilon P 乘以 P？ dot P X P Y P A， 应该类似这种吧？就是，什么东西 ？PSPYPZ 啊，是这样啊？会不会要某两个东西搭得起来嘛？所以会有一些数字之类的。他说 ，transfer integral 跟 SMP to the right are。什么叫 transfer integral？ Transfer integral 应该就是你刚刚我们讲的那个。7-1 0 7 7-1 2 7就是 G 会跟 L 附近的内积吗？等一下，至于我知道了，就是 N 国在前面有第一、就是，你看那个，你看7-1 2 4 OK， 干，对。你有看到吗？对 ，K 上缺，就是 delta epsilon x t 零嘛。好，那他现在意思应该是这样子：你 S 只有一个轨域，然后 P 有三个轨域。对，那个你想想看嘛，那个氢原子是不是 s p d？ 对，是不是有那个主量指数？就是 s p d f。那 S 只有一个轨域嘛？那 P 有三个 ，P 轨域有三个取向嘛，对不对 ？P， 那分别是 L、Y 和 Z 的特征。就假设它就是有一个在 S 轨域的，跟一个 P， 一个电子在 P 轨域的那个原子在交错的排列。所以那个可是啊。没有，等一下，我想一下，如果你一个在 S 轨域的电子，跟在一个在 P 轨域的电子 tunnel 零，是吗？是这个？那 indigo 是指说这个几率？应该是 tunnel 零的跟 tunnel 零，因为现在都讨论一个电子在 potential 两个应该是 tunnel 零。完全，哦 god，
这太不清楚。等下我现在又想回去看，我又想回去看7-1-1-5那还边。是说你现在先回去看一看，然后我礼拜三再讨论。你是什么好，立我们场？礼拜好，我们礼拜三再讨论。好，我觉得我回去再看一下。好，好，OK，好，拜。你有要讲什么吗？我虽然我想讲那个，我有几个东西可以讲啊，比如说这个 random face plus 的东西。哦，来讲，你可以礼拜三再讲，我礼拜好。三还会再写这作业。你而最近且有什么？我上次我们讲那个地方，然后后面很多我都不太会，我可以略略的谈一下我不会哪里。没关系啊，我现在想写作业。好，那谢谢啊。对啊，好，然后你最近有什么消息最近有什么消息？我不知道，我礼拜四就要进去那啊。你对，那个你。那个哦，对，你说另外一个面试哦，那个他说如果我毕业晚的话，应该是可以收我。如果干，我好屌啊！当兵晚的话，应该是可以收我。那看我要不要那可以去，啊，那看我可要以不要啊，去那你那就个高冷张文正，还是跟他。如果跟他的话，他给我 offer 呀。那你就跟他，我觉得这个比张文真好吧？我觉得张文真做实验吧，是不是？我不确定，张文正就是处理数据啊，他不可能做那个。如果他真的对是啊，要操作仪因为器的话，就不可能了，对啊。我知道，可是张文珍处理数据，我觉得那个他这个比较理论啊，就是那个我忘记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任祥任华，祥华呀，对吧？你张文珍也要收你吗？张文珍他没有讲很清楚哎，他好像含糊，有点含糊，他可能还想要等那个，等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印那象你就呀。跟着，我觉得你可以跟任祥华，感觉他挺那个的嘛。他还蛮是不是？nice 他还蛮 nice 对的啊，呀。你就，对啊，反正四你，月之后再看，再，如果那个张文珍都装死的话，那我也不理他。对啊，他应该那个什是么真的施要红做叶，了，他来找我。对啊，施宏业对完吧？全不理施他，红叶，他跟我没回信。施红叶不要理他啊！施红叶那个他妈他做那个又不夯，他在求什么？对不对？好，就这样吧。对，好，拜拜。